我靠关系邀请到了一位演艺圈的一哥。王传一，第一次来太开心。他的游戏优势就是，哦，一定啊，15分钟很优哎，等于今天什么都还没比，他就是有优势。对啊，你们看要不要干脆赶快直接过关好了？每一个。吃这么好的啊！我本来以为是要来饥饿一下的，但也没有减肥成功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饥饿游戏。